第一週。いろいろ表現しよう。一日目。どんな人？今天我们首先要看的呢，是形容人的个性或者特征这方面的一些词汇。なんという心がゆったりして細かいことを気にしない人。慣れ慣れしい人。勇ましい人。おおらかな人。三つありますけれども、さて皆さん、答えは何でしょうか？何と言うんですか？这里呢，对我们提出了要求，让我们呢，用一个词来把心がゆったりして細かいことを気にしない表达出来。选择的答案呢，有三个。まれなれしい、勇ましい、おおらか。首先我们来看看ゆったり这个词的含义。ゆったりというのは、慌てず、ゆとりのある、また、落ち着いた、のんびりした、というような意味を表します。ゆったり、在这里我们发现、它表现的是一种、不急不忙的、留有余地的、放松的、悠闲的、这样一种意思。而、細かいことを気にしない、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对于一些小事、零零碎碎的细节不在意。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オラカ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项。大大咧咧的。不拘小节的。而イサマシ主要是表示勇敢。ナレナレシ表示非常亲热甚至过于亲热过于亲密。どうですか皆さん。大家感觉怎么样？看来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词汇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整理，以免出现途中的情况。まともに勉強してないから、全然わかんないよ。没有系统的学过，没好好学过，不明白。では、早速ですが、人の性格や個性などを表す言葉を一緒に見ましょう。那么，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一看表达人的性格或者个性的这些词汇。田中さんはどんな人ですか？愛想がいい人です。愛想がいい。和蔼可亲的。我们也可以说、愛想のいい人です。这个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另外、愛想が悪い。愛想がない。这些呢、也是比较常用的。愛想が悪い。表示一个相反的意思。不招人喜欢的。讨人厌的。愛想がない。表示什么呢？是不亲切。非常冷淡。比如说，在接待客户的时候，态度很冷淡、很差，冷淡是吧？我们可以说愛想がない，或者不愛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sense がいい。sense 大家知道是感觉的意思，sense がいい感觉很好，很有感觉。相反，我们可以说 sense が悪い，感觉很差，感觉不行，这个设计感觉不太好。sense の悪いデザイン。接下来我们来看、気立てがいい。気立てがいい。性情、性格、温和。気立て是性格、性情的意思。类似的呢、我们也可以说、気立てが優しい。気立ての優しい人。性格很柔和的、很温柔的人。潔い。这是一个形容词。果断的、干脆的。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痛快的。潔く罪を認める。老老实实的痛快的认罪。再比如说日本人喜欢樱花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什么喜欢樱花呢是因为它开的时候非常漂亮而谢的时候呢一下子就都谢了。潔く散る。非常爽快的非常痛快干脆。下面情け深い。情け是感情的意思。情け深い。一个形容词，仁慈的，热心的，很有感情的。用心深い，非常小心的，谨慎的，小心翼翼的。凛々しい，威风凛凛的，很威严的。若々しい，从字面上，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出来，若い是年轻的意思，若者是年轻人的意思。
若々しい显然就是表达了这种状态，朝气蓬勃的，勇ましい，勇敢的，或者说很有活力的，雄壮的。たくましい，这里呢表示一种健壮的，它是一种身体的感觉，身体上面的，或者说呢可以表示一种旺盛的，比如说たくましい好学心，非常旺盛的求知欲，想学习的那种信念。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思いやりがある，有同情心的，或者说能够体谅别人的。思いやる就是体谅。気品がある，或者我们可以说気品が高い，有气派的，有气质的，格调很高的。色気がある，色気があるというのは魅力がある，魅力的，有魅力的。这个词呢，主要用在女性的身上比较多。接下来的しとやか表示上品で落ち着いている，端庄的，安详的。チャーミング、人の心を引きつける様子，能吸引别人的，迷人的。这个词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形容动词来使用。チャーミングな女性，迷人的女性。接下来気まぐれな，这也是形容动词。気が変わりやすい，容易变的，心血来潮的。近寄りがたい，这个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近寄り是靠近的意思。动词的连用型加上がたい，难以靠近，难以接近的。無口，也可以作为形容动词。口数が少ない，不爱说话，不怎么开口的，沉默寡言的。接下来陰気な，陰気同样是形容动词，表示忧郁的、阴沉的、不开朗的。跟它相反的呢是陽気，陽気な性格，性格很好，很开朗。マメな，マメ，勤勤恳恳的。真面目によく働くこと，あるいは誠実であること，勤勤恳恳、忠实或者诚实。接下来、気真面目な、非常に真面目なこと，非常之认真。勤勉，同样是形容动词。一生懸命に励むこと，非常勤奋。勤勉に働く，非常认真的工作。誠実，这个主要是讲性格的，很诚实，诚实的人。接下来まともな，まとも形容动词，表示一种正经的、正式的、正规的。まともな商売，正经买卖，或者呢真正面，正对着。大柄，这个形容动词表示比一般人高大，或者说花纹、大花纹，与之相反的呢叫做小柄。下面一个活発，这个形容动词表示活泼的。例えば活発な議論，非常热烈的讨论，激烈的讨论，气氛很活跃。接下来有望，这个比较明显，有希望，将来有希望的。将来有望，有前途的。前途有望，大家都是有前途、有希望的青年。皆さんはすべて将来有望な青年です。純粋，纯真的、纯粹的。無邪，天真烂漫的。接下来温和，温和というのは穏やかでおとなしいこと，稳重的、老实的、温和的。接下来気さく，気さくというのはさっぱりしていて親しみやすい，非常爽快，很容易接近。接下来おおらか，刚才已经讲过，不拘小节的、落落大方的、大大咧咧的。素朴，单纯的、朴素的。素朴な質問，这个我们经常会使用，非常单纯的一个问题，非常质朴的一个问题。接下来デリケート，デリケートな形容动词，感受性が強い、繊細，非常纤细的、非常细腻的，或者说很微妙的、很微妙的问题，
デリケートな問題。接下来，物好き，好奇心が強い，好奇心很强，好事。接下来，孤独，孤独的，一人でいる，一个人。天涯孤独，天涯孤独っていうのは、身内が一人もいない，一个亲人也没有。穷穷竭力，形影相吊。臆病，胆子很小，気が弱い，臆病者，胆小鬼。慣れ慣れしい，先ほどすでにご紹介したように、失礼なほど親しい，亲热的有点过分了，让人反感了，过于亲密。いやらしい，让人讨厌、反感、憎恶，或者说猥亵的、下流的。いやしい，卑贱的、卑劣的手段，很肮脏、很卑劣，我们可以用いやしい。しぶとい可以翻译为顽固或者顽强，或者说倔强，非常倔强的一个人。しぶといやつ。荒っぽい表示呢，行为比较粗鲁、粗暴。金遣いが荒い。金遣い，花钱，花钱很随意，挥金如土。おせっかい，迷惑になるような余計な世話を焼くこと，过于多管闲事。おちょこちょい表示呢，不稳重的，轻浮的，冒失的。でしゃばりな表示多事多嘴，管一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接下来，きざな。装腔作势的 ，kizana shito， 装腔作势的人 ，lose， 这是一个外来语，松懈的、散漫的，或者说纪律制度松弛的 ，lose na seikatsu， 很散漫的生活。jikan ni lose na shito， 不严守时间的人。最后一个 ，fure， 很明显这是无礼、失礼的意思。では早速練習しましょ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做练习。練習1。1番。私の夫はとても金遣いが B、荒い。最近答案是 B。金遣いが荒い。挥金如土。随便花钱。大手大脚。这是一个固定的用法。2。彼はちょっと時間に A、豆な。B、ルーズな。ところがある。正解は B です。最近答案仍然是 B。刚才我们讲了。時間にルーズな人。不守时间的人。而マメ呢，主要指认真工作或者诚实，在这里呢不合适。三、彼女は大スターなのに，她是个大明星，但是とても A 近寄りがたい、B 気さくな人です。近寄りがたい表示难以接近，気さくな人很坦率的、很友好的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逆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 B， 虽然是个大明星，但是并不是难以接近。而是一个很坦率、很友好的人。4、豪華で、A、気品のある、B、色気がある、輝きの宝石。既豪华的、又闪耀着光芒的宝石。我们可以选择 A、気品がある、品味很高的。色気、刚才讲了、主要修饰人的。5、あまりお金に、A、癒し、B、出しゃばりな。人は嫌われます。一般哪些人是被讨厌的呢？我们看看。お金に癒し，这是比较固定的一个搭配，贪财的。でしゃばり呢是多嘴的意思，多管闲事。我们可以选择 A 癒し。六番、あの店員は誰にでも A 愛想がいい、愛想がいい，態度很好。B センスがいい，感觉很好。这里呢还是 A 更加正确一些，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練習2です。接下来我们看練習2。7、彼女は将来有望な新人女優です。刚才我们讲了将来有望，很有前途的，很有未来的。她是一个非常有未来的、有前途的这么一个新星、新人。チャーミングな、迷人的。しとやか、端庄的。活発，活泼的，在这里呢都不是很好的搭配。8番，彼は肉体をしている。1、凛々しい，威严的，威风凛凛的。2、たくましい，健壮的。3、潔い，干脆的，
爽快的。4. 大らかな。大大咧咧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选择2. たくましい健壮的身体。其他的几个呢，往往都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